登场的派头，台北市长柯文哲来到迪化街发羊年发财金，短短十公尺的路程，在民众尖叫声里，硬是走了十几分钟。要从左边进，右边出，左边进。警方人墙开道，柯文哲这才顺利发红包，本来想沿街发放，看来是某口令的逮鸡，接着来到宁夏夜市，又是一阵骚动。看见从专车下来的市长，民众惊呼声不断，配合效率至上的柯文哲连拍照都自发性的 SOP。 SOP 流程，柯市长15000个红包，一个晚上就秒杀。那今年柯文哲的大红包要包给谁呢？坦白讲哦，我到现在都还在领红包哦。我爸爸都会给我红包。这下可尴尬了，搞不好回家很难交代。不过以前在医院就没得过年的柯文哲，现在变成柯市长，恐怕还是得持续嗡嗡嗡过完这个年。记者黄明君、黄元、S 记者小组采访报道。